师是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陈讲师好，领任好。大家好，无讲出来，偏多未了解。回首心那三座人，望多来帮办。阿弥那清净，回首一心怀，同体中一夜被单台，偏多你那无了解。就靠海阴来，唔通再有退之心，修明打起来。这第一段是咱这个老师吼，甲咱讲的，吼，伊讲心思若要讲出来，吼，迄道理了解，吼，啊，什么心思呢？吼，就是后壁伊讲，为师心担三座的任务。哦，万道来帮办，哦，因为这三德，相信咱拢知影，三德就是吼，即届即次大开普渡，上道身，哦，啊，下道幽冥鬼，地府的幽冥鬼魂，啊，就是讲咱的祖先，哦，啊，中就是接引咱这人间有缘的善男信女啦，吼，啊，因为呢，老师伊已经吼无这个身躯啊，啊，所以呢，不时就是。借着吼，咱的人吼来吼帮忙吼，咱老师来代替传话吼，所以讲吼，咱拢会讲吼，听就讲听不见的不义，所必须爱心人合一吼，啊代替传话。那么呢，而且呢，咱意识到咱老二娘吼，二号宝分主世界第二界内底，伊有讲到。讲苦海中教法顺，度万救人。三天师人间凡天照灵魂，福音当加殷勤，诸诸精进，替天团大天团，度你师尊。倒来人伫风顶，人来天座，天人接化破发建立光君。哦，这就是咧甲咱讲，老母娘咧甲咱讲，讲咱伫这个苦海当中，吼、哦，就是吼、哦，咱遮的诸天神仙，啊，搁甲咱遮的吼，这个有心吼，修万德吼，要度化人世之外，是咱遮个哦，培养弟子哦，啊，伊就吼，咱就是教授了这大个法尊吼，咱这是来培养个法尊吼，度万救人就是要度咱救济万灵吼，就是咱哦，遮个兄弟姊妹哦，三天修人间，半天照灵魂哦，这个三天的大修法就是咧讲三座普渡的这个。哦，因缘啦吼，这是人间办理的。
吼、哦，所以咱必须天是借咱人来宣化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借咱人来宣扬天道，把这个天道诶宣扬出去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国敬党家殷勤，诸诸精进，每一个人呢，拢得爱吼明白这个因缘正殊胜，啊，所以呢，咱得爱更加努力来精进，因为咱即马是菩行诶条路叫做菩萨道，那么呢？菩萨道呢，就是自觉觉他吼，觉行圆满哦。啊，菩萨道的一个足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啥？就是中命精进，就是精进啦吼。咱菩萨道重多万年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精进、智慧吼。啊，所以这个精进呢，这是非常的这个。重要啦吼，所以替天传大天化助力师尊，哦，大天宣化，哦，来替天的哦千德，啊，咱就爱尽心尽力来帮助啊师尊的分忧解厄啦吼，所以这修缘的代志是非常非常的重大，吼，所以袂使讲当作咧佚佗啊像安尼，像是不是安尼，哦，这是非常的严肃、非常重大的这个代志。哦，啊，人来道，道来人伫方顶，哦，人来天道，哦，咱道是照着人太方顶，所以咱人去到，哦，去到万到万国九州，哦，啊，但是呢，咱人吼、哦、要修这个要修道修万道，其实嘛是爱有，就是像啊，拄仔咧讲师讲的，爱有福报，吼、哦，因福报就是。所以咱古阵人常讲一句话，讲吼，咱着多万行吼，布施就是行头前，布施就是带路的，吼、哦、有布施，吼、哦、大施嘛是无畏施，吼、哦、这拢就是吼，会当互咱有福报吼，啊福报的时阵，咱要修善道吼，较袂去受着阻碍，吼、哦、啊所以讲天人接物，普发建立公分，吼、哦、所以而且咱就是咱帮助天啊天吼、哦、助咱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伫这个，哦，这个修道、修万德的，诶，这个路上呢，哦，咱较会当吼天人合一，吼、哦、啊，建立功德，吼、哦。啊，那么老师伊讲哦，看你若清净，为师是虚心还，公子师娘，公子师娘伊日夜在等待吼。有一条道歌哦，其实吼、哦，有足侪道歌，咱若有时间会当听的。我一下有一条叫做换着千地雷，伊内底是安怎讲的？伊讲飘离百花盛开，其实有一条歌叫做《换到千里》嘞。这就是咧讲吼，咱老母伊伊伫这个妖敌武吉宫内底吼。伊每一个吼，伊讲妖姬的百花盛开，就是讲妖姬，就是讲武吉武吉迄个所在，迄花拢开甲足水的。啊，为何贵人常离归来？吼、哦，因为咱观世佛祖，因为咱也可能有捌听过吼，红宝观世，咱就知影老和尚伊即个因缘，伊即个啥？吼、哦，咱是安怎会来凡间的即个因缘？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。老母娘叫咱吼、哦、来，即个观世佛祖来治愈这个世间。那么呢，遇到这个
但是呢，咱嘛是吼，搁恐惊咱遮个原台辅助去互卖卖去，所以含约束含咱遮个吼原辅助吼约定了三期物业这个时间吼、哦、啊，伊会亲身来度化咱遮个原台个儿女。但是呢，吼、哦、已经时间已经到，就是经过六万多年啊，吼、哦，但是到今呢，会使讲吼倒去个人，会倒去个即个个。诶，原台辅助是非常的少，哦，所以咱老母人伊是伊就是伫啊，而且咧感叹，哦，啊，所以就写来即个道歌，哦，讲是安怎，咱只规阵塔还袂断去，还袂断去，哦。那么呢，天道你若有了解，哦，受苦爱忍耐，唔通再有退避的心，愈明担担起来，哦，咱诶，经过透过吼，咱只个吼。透过修行在啊听道理，咱知影讲，其实咱拢是吼来自于天上的一份子，咱就是来加班做的。哦，啊，那么呢，咱就爱以咱了解这个使命，哦，啊，咱就爱哦恭敬精进，就爱用精进的心，吼，像头拄啊，哦，咱的王讲师讲的讲，咱爱发大愿心，哦，就是大愿心就呾永不退转的心。哦，因为咧，伫即个修道的过程吼、哦，真正是真辛苦，吼、哦，会当讲吼，有足侪考验，啊，即、這个考验有伫第啥，就是咧考验咱，考验咱的心，吼、哦。所以讲一切的即、這个，吼，遐比一个啦吼，有一个，吼，遐个一个同学啦吼，伊、哦、最近甲吼，遐讲，吼、哦，伊足想咧，足想咧生一个。伊感觉伊有够艰苦，讲哦做这工课吼，压力有够大吼、哦。啊，但是呢，哦，我着好好啊，伊讲无无我听的时阵，学校妈妈讲，你着来搁继续做啦。安怎学校无甲咱讲讲讲好，你若吼决定安尼吼，我祝福你啦吼、哦。啊，因为呢，这个位吼、哦，你正在做这个位吼，无、哦、一定就是讲非你不可啦。哦、所以你若既然决定讲你要，你吼不爱做，嘛安尼你就爱慢慢放下，莫去讲吼，哦，这个工课无我也袂使，吼、哦，你就是爱放下，吼、哦，所以伊的心量迄阵啊就是安尼，啊，伊伫伊就是，伊有啥物压力啥，伊拢无下面先生来沟通，吼、哦，下面的囝来沟通，那么来到位啊，伊经过吼，伊的公司伊可能伊的能力嘛足强，那么伊的公司吼。哦就一直甲挽留，吼、哦、啊挽留了后呢，到尾啊吼，伊就怎啊吼讲，伊就去甲学校讲讲吼，伊接受挽留，啊而且呢，伊吼因伊进前拢一直咧食迄忧郁症的药啊，吼啊，即摆即间伊接受挽留，啊即摆佫含因先生沟通，吼、哦、啊沟通了，吼啊因啊佫因儿子吼爱甲伊的心事讲出来。放出来了，伊就感觉伊的心已经释放啊。释放了后呢，伊感觉咧做滴空工的吼，伊感觉无压力啦，感觉吼心情变作轻松的。所以啥物话呢？这一切其实就是讲咱的心，咱的心的变化吼，毋是这个事吼，这个事是当有当先讲吼，这事已经互我来吼，我都先当这个工课，其实嘛是心的关系，伊心哦放宽了后呢。感觉讲伊做计份工作，伊感觉做计种快乐个，吼、哦。那么在吼、哦、第二段，咱再来读一个今日临断会分因，求所可量尽，但盼你死不变，修身体未动，荣华甲富贵，盼花。常常头发高兴的，且受用坐中，天善即人莫看轻，一意合济功，令你自修天君报，饮水思源必心中。哦，而且呢，咱老师甲咱讲哦，讲呢，伊这点段会本应就是讲，就讲。一个发挥吼，咱若要参加过天庭学一班吼，咱就知影吼，伊借个三代吼，啊来甲咱吼编的吼啊。
所以讲伊吼，要一直鼓励讲咱遮个吼道理吼，拢会当精进个，当吼到帮助师尊吼来度化兄弟姊妹啦吼。啊，所以讲伊希望讲咱个心拢无去变吼，啊会当体袂动，就是讲咱遮个去学白万二，咱遮个愿开佛祖嘛。那么荣华甲富贵吼，贪花是通通，这贪花吼，咱着。那讲昙花一现吼，迄、哦、就是昙花，就是琼花啊吼。琼、哦、花是毋是伊诶，伊诶迄种开出来时间，差不多拢伫暗时啊，啊差不多四五点钟，啊未到天光，伊就搁谢去啊吼、哦。就是所以讲，咱拢会听讲吼，南柯一梦吼、哦，啊这昙花一现吼、哦，啊所以就是讲，咱这个荣华富贵吼，其实吼是足紧诶啊。哦，所以讲咱老师有甲咱讲哦。伊讲安怎咧？伊讲人生在世间吼，真正是无几工吼。啊，就是所以无几工的靠起就是昙花一现吼。啊，咱拢会去计较，计较浪费个时间啦吼。老师甲咱讲哦，荣华富贵，目一个年长香吼。咱讲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哦、所以讲，咱荣华富贵目一年长空，只有功德来烧散嘛吼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真福气吼，咱会当来吼得闻到这个吼、哦、大德普传吼，会当修道是足无简单个代志吼。啊，但这嘛是咱个福气。啊，所以讲咱袂使呢，老师甲咱讲，咱千万唔通醉生梦死吼，咱着爱甲烦恼。放下，甲咱个心放开吼，啊，着咱着爱学习吼，咱即个圣人吼，学习咱遮个吼过去个前辈者哦，伊迄款吼会当精进吼，安尼度人吼，甲过去即个对大众个遮个前辈者呢，你也看，想讲吼，咱譬如讲咱点餐师吼，蔡点老师伊去晋江，八是拢来回。但是遐个过去遐个前行者吼，拢是单程票来到台湾的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迄种精神吼、哦，实在是无简单。啊，所以伊拢成就了，比如讲咱何老先生，伊先入去，吼、哦，伊来到遮，所以伊归空气吼，受上天贴风缘得帝君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个周典传师，哦，周德山典传师，就是成就了泽恩大仙，这是拢上天。所以咱就爱向因吼，效法高僧，咱就爱向吼因看者啦吼，会当希望有一间咱会像因安尼吼，名流德行天上，名流人间吼。所以讲，天师这任务无看轻吼，咱就爱学习吼，咱来做功劳师吼，啊，尽力实修，因对是。因对思源吼，咱着爱记伫心中。所以咱老师有甲咱讲哦，咱拢是对立天来的吼，啊，咱是咱有带着天师的血脉。
所以讲，这真正是非常的感恩，当所以讲，好，医生人好，他嘛都感恩讲，哦，今仔日会当得到这个保佑的大德，吼，这是吼，父母分子来在讲啊，这就是万年万古奇缘啊，吼，所以非常的宝贵，吼，啊，所以讲，伊这是大开好学，吼，诶，好学在所学浅，啊，就是大开的里面的解说而已啦，吼，啊，咱即马就。Thank you.
心怀啦吼，那么咧，这首歌我也无学来
所发生伫即个学习的过程吼，啊，假使讲老有讲了吼，无拄好吼，啊，过去的所在有盼望神或拄比下对，啊，请咱建堂师吼啊，过一路行吼，啊，甲好好包容吼，指点啊，咱今仔日吼，下底就我就到遮去做吼，祝各位真诚身体健康，欢喜上班啊！最近天气足寒，大家生活较少的吼，啊，好，以上谢谢。感谢神教师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躬道一鞠躬。就到这有两点报告吼，之前为有咱准备点心，备办了，咱将摕一份倒去。啊，然后今仔经过，等下收落来，将摕一份倒去食平安。哦，咱四个，好，咱今仔办到这为止。现在咱来备办，新义神元山义和圣堂合成单位110年度启会班。圆满毕班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点团师慈悲一鞠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点团师慈悲一鞠躬。感谢各位讲师慈悲一鞠躬。现在咱来上善分。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现在咱做伙来施工，向无极老母行三鞠躬礼，前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持驾前人一鞠躬，持驾护前人一鞠躬，送驾点团师一鞠躬，坤道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
持驾前人一鞠躬，持驾护前人一鞠躬，送驾典凡事一鞠躬。谢谢谢谢。